找无亲十岁呀，黄土做你娘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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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才子倒是想借你领教一番，那就来吧。请问这骰子的来历？听着，出有两门草字间锁窗，御史之臣好之意唐代便是不知的才子流传四方啊啊啊啊这京城为什么又把这个骰子念成了那个色字的骰子呢？只因他四点涂红，其余捉墨，抛掷之后见色赌输赢，故而又叫了那个色字的骰子。哟，那就请才子以色字为题做首诗怎么样啊？哎，慢，再加上那儿摇子。以青楼女子的口气咏骰子，如何呀？听着，一片寒微骨，凡尘绵绵心自痛，早年难好直到如今